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主播云湾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人到晚年最好别在子女家做这三件事，避免晚景凄凉。常言道，再甜不过蜂蜜，再亲不过子女。年幼时，父母总是倾其所有的在为儿女遮风挡雨，而孩子也把父母当作最重要的依靠。可长大后，孩子们有了各自的生活和奔波，很难时刻都陪在父母身旁，彼此间便多了几分疏离。有些老人虽然仍和孩子住在一块儿，却因生活理念习惯的不同生出了嫌隙，甚至是遭到儿女的厌弃。想和子女相处融洽，拥有一个安逸和顺的晚年，老了以后切记千万别在子女家里做这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不要对子女的生活指手画脚。情感调解节目《幸福词典》中来过一对刚结婚半年就闹起了离婚的小夫妻。妻子露露说，最初的时候她和丈夫小辉的感情也颇为甜蜜，可婚后婆婆却开始全方位无死角地渗透到他们的婚姻生活中，无论是大事小情都要一一过问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露露有时下班太晚会在要好的女同事家里留宿。从前丈夫也很理解，婚后婆婆却总是教唆丈夫说，结了婚的女人哪有在外面留宿的道理，惹得小两口为此争执不休。新装修房子的时候，她和婆婆也是分歧不断，两代人喜欢的风格迥然不同，婆婆以省钱实惠为主，而小两口则想以自己的喜好为主。虽然最终房子是按小两口的意愿装修了，却比预算多出了2万块钱。为此婆婆拿出了账本，一笔笔地和露露对起了账，话里话外责怪她花钱大手大脚，不会过日子。事后还要求儿媳必须像她一样养成记账的习惯，大到家庭开支，小到一个灯泡，都要一一地记清去向。露露为此苦不堪言，一想到将来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，便动了离婚的念头。而婆婆也觉得委屈，明明是好意，可儿媳非但不领情，还对她有这么多的怨言。评论区里亦是众说纷纭，有人说儿媳不识好歹，也有人说婆婆管得太多。生活中其实从不乏露露婆婆这样的老人，他们或许初衷是好的，不过是想把自己的经验交给儿女，让孩子少走一些弯路，少受一些苦楚，却忽略了孩子已经长大，甚至还拥有了另一个小家。在那个家里，孩子和他的伴侣才是生活的主旋律。做父母的，适度关心是贴心，关心过了头反而会适得其反。那些真心和情谊未必都能被领情，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亲子之间难以逾越的沟渠。永远成长的苹果树一书中有句话写得极好，无论父母放不放手，已成年的子女终有一天要成立一个新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孩子，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广阔的天地。人到晚年，尊重儿女的生活方式，不以爱之名指手画脚，便是对子女最明智也最深切的爱意。第二，不要过度插手孙子辈的教育。热播剧《陪你一起长大》中有一幕令人印象颇深，何景华夫妇为了能让儿子蒋思远上更好的小学，费尽心思才联系上了夏阳路小学一位招生的老师。事先夫妻俩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儿子好好表现，不想见面那天儿子非但答得一塌糊涂，还故意用水枪弄了老师满脸的水。两口子回家后就开始严厉地批评教育儿子，希望能让他长长记性。可这时蒋思远的外公外婆突然来了，两位老人二话不说就拦下了何景华夫妇，责骂他们对孙子太过严苛。何景华请二老不要拦着，说儿子闯大祸了，他这是在给孩子立规矩呢。就是因为儿子的无理顽皮，才错失了进入重点小学的机会。然而何家两老仍旧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，并称他还是个孩子，他能闯什么祸，
就算不上学也没关系，外公外婆可以养他一辈子。这一幕看得无数观众气愤不已，纷纷留言称太真实了。孩子做错事情，父母给予指引教育其实合情合理，可一旦遇到家里喜欢插手的老人，父母的各项措施就很难再执行下去。或许隔辈亲连着亲，老人家天然的心疼孙子孙女，所以对孩子格外的宠溺疼惜。每当父母的管教严厉时，老人便会于心不忍，甚至是出手拦阻。他们以为这是在保护孩子，可其实家长在孩子面前阵线不统一，是教育路上最大的宿敌。他们的每一次阻拦和庇护，都会让父母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规矩在顷刻间就化为灰烬，也让今后的管教难上加难。根据权威调查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孙女的老年人比例达66.47%，老年人几乎已成为新一代带娃的主力军。但有太多的家庭都因为两代人教育理念不同而有过矛盾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老一辈也有老一辈的经验，于是便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或许都是出于好意，可于孩子而言，父母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导师，要为孩子的人生引路护航。老了以后，切莫过度插手孙子辈的教育，以儿女的需求为主，以自己诉求为辅，有商有量，才能让孩子收获更好的教养，也让一个家更加的和谐美满。第三，不要过早地把钱财交给儿女。常有人说，人老了，若是把积蓄都给子女，结局大都会很惨。话虽扎心，却不无道理。毫无保留的付出，便是斩断了自己所有的退路。听一位姓张的退休婆婆讲起过一段心酸的经历。她今年已经70岁了，原本有房有存款，也是到了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了，却因为一时的心软，竟落了个晚景凄凉的下场。他是个本本分分的工人，一辈子兢兢业业，虽然赚得不多，但也和老伴儿买下了一套房，还有老两口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几十万存款。可不想几年前，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了，他便只剩下儿子一个亲人了。虽然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，但也会时不时回来看他，电话里的关心也从未断过。有一次儿子回来了，说想做一笔投资，希望母亲能提前把房过户到他名下，并把存款借给他，并信誓旦旦地承诺，等这次赚了钱，就把母亲接到自己的城市去生活。张婆婆觉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百年之后，这些也都是他的，而且儿子平时也孝顺，便顺理成章地把钱和房子都转到了儿子名下。然而，手续办完之后，儿子的态度却像是换了个人一般，后来还直接把房子给卖了。如今的他只能搬到妹妹家的储物间里去住，为了不被人嫌弃，总是尽可能的多干一些活。虽然悔不当初，却也拉不下脸闹上法庭，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。想起一句话，谁的晚年都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年轻的时候，谁不是年富力强，万事能扛，老了以后，当身体和能力都大不如前的时候，才会盼着有之所依。可金钱就像是一块残酷的试金石，让太多的人心人性无所遁形。所以想说的是，到了晚年，别过早地把钱全都交给儿女。靠人不如靠己，有钱傍身是人到晚年最大的安全感。凡事多为自己做一分打算，日后的自己才能多一重保障。白岩松说过，一个人年轻不怕苦，怕的是老年苦，怕的是老年凄凉。是啊，岁月不饶人，谁没有年华逝去，步入晚年的那一天。想要晚年过得顺遂如意，除了孩子的孝心，更要倚仗自身的经营，切莫太过操心，事事插手干预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为人父母者能够适时退场，子女的人生才能收获真正的圆满。也别太插手孙子辈的教育，把主动权还给儿女。任何时候都请先为自己着想，再为别人做打算，
把照顾好自己当做第一要义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，愿你我都能以一种从容的姿态面对岁月的流伤。老了以后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有知冷知暖的伴侣，有承欢膝下的儿女，在晚年的每一天里过得自在惬意。